咋的？你看我儿，幺妹，你在整啥子？哎嘿，厉害厉害！哪个喊你弄整干事了？你看一身一沙发，不像养老。真的是，人家说两句话，爸爸带娃活着就好，自己玩自己的，他耍他的。哎呀，刚才要去读书啊，走门口走了无数遍，我是累得很喽。然后我就拿个火龙果过来，一人家一个人就那啃成这么点时刻。是平时和人家整啥子整弄脏了，你还说人家？就是你带娃儿带成弄这样子，你不说吗？你看你还在看啥子？反正他没你啰嗦，成娃儿都不管了。哎呀，跟你说，我是想给你买一条这么穿，瘦。给你买一条穿黑要不得？不喜欢穿黑色。喜事不要你喜事，你看你这一身成啥样了？你爸爸带娃儿不要咋个给带的？你看，擦不干净了，要去洗澡。你看这衣服，沙发上手洗了。娃儿太调皮了，不关我，不关我的事啊。不关你事，你我们平时带他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事。哎呀，这回拿去洗了就是了。那你还要装一下手给洗了，而且看这些东西嘛，背着脸看，不要让我发现。还带娃儿不好带，把嘴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人家都说给你买了两条裤子，真是。我不需要，我要买我自己晓得，不需要你买，找些借口。看美女嘛就看美女嘛。哎呀，我看不下去了，你来收拾，我带他去洗澡。走瑶瑶，不打牌了。走，不打牌，走，给我去洗澡走。好、啊。耶，今天晓得收拾噻。我带你娃儿整整的嘛，就我收拾噻。你整洗了，把门口的菜顺了吧。妈一喝了也多，我带你娃儿弄饭。娃儿我来带嘛，你去弄饭。你带你娃儿啥嘛？你带娃儿是车的，还是我自己带？走了。嗯。要要要读书，要得，我们先去把饭整出来再去读书哈，好不好？好。真乖。瑶瑶，你就在这乖乖站着等妈妈哈，好不好？瑶瑶真乖。我今天晚上苦着身回家去凉拌，今年还第一次吃这个东西，在猫他们这破铜锅这儿。顺菜不？不、啊，他要跟着我在拉我走厨房的去。其实我想玩没，就是吃方便，就只有这长把子了。你明天还要不得？黄羊哥放到刚放回去，把子在宽敞点。对，几个哥。要上麦，要不走，按照妈妈说就行了，你还小，走。应该妈妈。嗯，穿起正就去蒸饭了。干饭呀，要乖点哈。咋个不安？你要说好噻。好。嗯。哦，你是喊妈妈给剥哟，我你能剥？剥。嗯，剥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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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剥剥剥。俺轮流睡瞌睡，背起两分钟就睡着了。这周我剥给了，再放你去睡哈。幺子，好了，吃点酸菜。好了。活着就可以了。好了。咋肉都不能肉？少吃点肉，那五鱼弄裤的你啊，身体也是，肥了些倒片再回来干。
哇，你想吃吧？不吃不吃，我都少吃。我干这个。好吃，多点点菜，这个季节锅儿就没得了。从那个菜群里干完。从那一锅，看。